所以是杜夫人把我变成杜兰若的。这么高摔下去肯定活不了。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我早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走啊？那你若非把我当成杜小姐，会舍命救我吗？怎么我对你的好就看起来那么假吗？你三番五次戏弄我，你还拿走我最宝贵的东西，你这叫对我好吗？你放心，会负责的。青青啊，我你别动啊。好多血，怎么办？如果不及时止住的话，很危险的。我把子弹给挖出来。我不会。没事，很简单，把肉化开，把子弹取出来就行。我要叫等，我就不想上官。你相信我吗？我信你。少帅都保护不了。报告督军，是少帅不许我们跟着。不许跟着你们就不跟了，养你们干什么吃的，连人都给我看不好。杜家那个女孩身份确定了吧？哦，确定了，是替身演员马青青。这不是胡闹吗？为了个替身演员白白就送死吗？
少帅对马小姐的感情是认真的。我不管他是谁，都没有云儿的安全重要，马上带人过去找。是。少爷好雅兴啊，这杜小姐都要成婚了，你竟然在这儿坐得住。这婚啊，他们结不了。怎么这么确定啊？李小姐来找我，莫非是想陪我喝两杯啊？我本来是想给少爷一个万全之策，不知道少爷感不感兴趣。说来听听。想必你也知道，只要图纸拿到手，找到四大军火库的位置，就能控制整个阳城。到时候您会在乎区区一个督军的头衔吗？没有图纸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你觉得我没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会来这里找你吗？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爹的意思？谁的意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果四大家族都站在你这边，你想要的不过就是探囊取物罢了。李小姐果然很有诚意嘛。慢点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坐，坐那。娘，这十年为何不去杜府与我相认？娘这十年之所以不回去，就是为了保护你啊。可是您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吗？那个女人没有一天不折磨我，把我骂我就算了，可恨的是她竟然让我嫁给杜军府的少帅，那是我的杀父仇人。是她跟你这样说的吗？不是吗？这件事我不是没有怀疑过，毕竟他那儿有半张图纸，嫌疑最大。但是就算他有回天之力，也只不过有半张图纸而已。那加上杜甫那半张不就够了吗？他那半张是假的。照顾好兰如，照顾好兰如，娘。